们每一次跨年或是圣诞的时候，可能都会约去露营，然后呢就会开始玩一些国王游戏。然后如果我们那一团，就是我们那次露营的人是还不错，大家都蛮有感觉，我们就会进展下一个游戏，我们会抽换帐篷。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